说他们今天想要跟现场很支持他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拍一张照。那我们请我们的女仆们麻烦帮我站到我们的台前，然后背过来好吗？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前帮我先拍一张了，好吗？好的，想跟大家留下今年夏天的。是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往中间靠一点点哦，好不好？然后起身，这样他拍得比较清楚，不要碰到，不要爬到那个。对，不要爬上来哦，不可以上舞台哦，妹妹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站起来，可以站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稍微往中间靠一点点。哇，我们上面真的是，哇，都是妹子，好香啊！
全部都是我们的女仆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场观众，手机先放下来，等一下给你们机会，你们全部先往我蹲下，好不好？全部先让我蹲下，然后给我们官方的摄影师一个镜头，我等一下会补时间给你们，先帮我看向正中间我们的摄影师，好吗？来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哎，再一张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女仆 ，Evolution， 虽然你们都是男生，给我一个爱心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给我一个爱心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我们中间的镜头，一、二、三。好的，我现在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个机会，但是。你知道成就我们这两天这么完美的活动，当然除了我们所有的表演者之外，还要特别感谢我们高雄捷运所有的工作人员。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上，跟我们来拍照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他们！你们今天可以有这么多的漂亮的表演可以看，大家你们的手上除了拿手机，要给我一点掌声好吗？没有这些工作人员，不会有今天的活动，可以吗？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。哎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台了吗？你上来看点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原动漫游也是我们这次大力的一个主办厂商。好的，所有人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摄影师的镜头。来，我们的那个现场，我会有稍微再往后退一点点哦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捕捉这精彩的一刻。好的，谢谢，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。那我们请我们的表演者，我们再留在舞台上一下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现场所有你们的粉丝捕捉这精彩的一刻。Evolution 也不要你拍，我们就是在台前了，好吗？来，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，拿起你们的手机，拿起你们的相机，好吗？给你们时间。来，我们首先先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哦。好的，再来帮我看一下我们左前方的镜头。前方的镜头。好，最后再给我们正前方的朋友一个最美的微笑，最棒的笑容，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来的我们夏恋高洁动漫节、高洁少女庆生会以及我们的 Mini Life 动漫迷你演唱会。再次的在这边感谢我们高雄捷运以及原动漫游共同主办我们2020夏恋高洁动漫节，感谢我们最近签那个靠的联邦银行大力赞助，成就了我们这两天这么完美的一个活动。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参与的粉丝朋友们，或者是呢今天刚好路过一同的来到现场跟我们同欢的所有朋友们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那我们在10月17、18日还有我们第42届的 WS 动漫游戏创作展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汉娜花，我们舞台上呢是今天非常辛苦的表演者，我们的 Evolution 以及我们的可雷，还有我们的长笛姐姐，以及我们星星桌游女仆，还有我们的 Killer Base， 以及我们前面最可爱的阅读女仆咖啡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我们的高洁少女来到了现场，以及我们扮演我们高洁少女的安琪的我们的猫铃。最后最后，请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。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边正式告一